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字首 SOL，对，那它的解释是 alone only，对，那是单独的，对，那所以它也有一点点数字的概念，就是说它数字概念化就是一个，剩下一个，那可是它更强调的概念是说它只剩下一个，然后那种单独的感觉就是 alone。Only 就只剩下我一个，那这个最好的代表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一个Will Smith 演的《I'm Legend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影片一开始的时候，电影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全世界唯一剩下的一个人类，还有他的狗。对，那所以他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？如果只剩下一个，那是不是很孤独？OK，那记忆就先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在音乐方面，就是说 solo，对，那就是独唱。那或者说广义就是说单人演出，对，那单人演出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没有其他？那它其实就是什么 alone？那所以这里面有 SOL，那你用 solo 就把 SOL 这个字熟记起来。那接下来的话，你看底下举的这些字是不是什么单独的 solitude？那 solitary 这个孤单，这是不是都是有这种感觉？那独白原因是因为什么？LOQU 这是 speak 的意思。那 speak alone，我自己一个人讲话，那是不是就是独白？那最后唯一的，这是不是也是就是说只剩下一个人，那有这种单独的感觉？OK，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。